我都已经卖了一年多的贴贴霜了，你有钱爱买几百块的我管不着啊，但效果一样这件事儿咋就不信呢？今天咱们两个直接上脸对比，它俩都是土豆泥质地，哦，一抹化水儿，化水之后是那种很滋润的肤感，补水锁水，把死皮狠狠地摁在脸上。这种质地的妆前乳就可以填平脸上毛孔，等它成膜之后再一上底妆就会很屏障，而且会有微黏的感觉，就这种微微黏的感觉可以死死地抓住粉底，让你的底妆服帖一整天。咱们直接用一个很难用的粉底液。讲真的，这个粉底真巨难用，但是你看我现在，谁能想到我昨天还熬了一个大夜，打入冷宫的粉底液都能起死回生，感觉你好像皮肤本身都这么好一样。如果我不说，我不相信你能看出来哪边用的是贵的，十几块钱能用这个妆效真的绝了。有人会说贵的妆效肯定更好啊，带妆一整天你就知道区别了。咱们额头定妆，其他区域就不定了啊，待会儿做对比给你们看看它持妆效果能有多牛。现在是上午11:30，换全妆了，没有定妆，整个一还是水光肌的感觉。本大小姐车呢？快点快点，眼泪都快吹热了。哇，重庆七月真的太热了。哎，不过吹这么久风都没有起皮。下一站爆辣测试，陶氏辣卤久仰大名，今天来浅尝一下。哦，不是，老铁，怎么这么辣呀？天哪，汗流浃背了都。哦，曹氏鸭脖名不虚传。哇，只有汗没有妆，暴汗都能扛住。再来舔重庆夜生活。哎呦，溜蹦不动了，哇，太累了，天哪。现在已经是带妆有11个小时了，平时这个粉底5-6个小时就已经大斑驳大爆皮，但是今天全程没有补妆，就是在一个简简单单的路边上，看到没有，这边贴贴霜，这边橘子面霜，妆效一样完整，没有斑驳，然后微微有点出油，一亿微微卡粉完全可以接受，甚至出点油之后这个皮肤看起来更有光泽更好了，就是路边的这个招牌的光。而且定妆和没定妆的妆效都是一样的，贴贴霜里面有微石维他来抗氧，这样子底妆就不容易暗沉，1/5的价格就能发挥出几百块的威力。贴贴霜的价格有多炸裂大家都知道了，小罐39送一个试用妆，大罐50克送试用妆，还送2片卸妆巾，还送一个洗面奶，只要99，价格只是橘子面霜的1/5。没卖过的先试这个小罐啊，用过的直接囤货，买过小罐姐妹把我之前链接都已经买空了，库存有限，你抓紧。